原住民语活动至今已经迈入第六年，八月七日伫个永康举办原住民语活动，以卢凯祈福仪式为主轴，来自台南市所属原住民族群，甲各地原住民的朋友拢热情参与，期望借着原住民语活动的交流，甲宗教庆典，会当带动台南宗教联谊，扩大都市观光效益。那今天很高兴哈，大家聚在这里，像个家人一样，大家很快乐的聚会，尤其是八月一号原住民日之后，我们特别办这个活动，一方面呢来庆祝原住民日，一方面呢也大家进一步的联谊。蔡英文总统八月七日已经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，并且承诺将落实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，尊重和支持原住民文化。赖市长讲，市府嘛会继续和族人伫个各种生活需求的协助，和台南正做是所有族人朋友上依据的城市。蔡英文总统已经公开跟原住民的朋友道歉了哈。当然有一些人不满意，包括道歉的地点不满意，或是形式不满意啊。不过蔡总统已经讲了，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，后续最重要的就是古木哈就议员蔡志远讲的，就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要去落实啊，也不应该有第一梯次、第二梯次，应该在立法院在讨论台湾的转型正义的时候，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也应该要一起讨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正义了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日，也是都市原住民共迎联谊的日子，教会以盛大仪式恭迎祖灵，充分显示出原住民族对先祖亲人的重视。台南教主主教林杰南表示，无分你我，俺拢是一家人。一年一度，我们都市的原住民有一个共荣的机会，的确，今天就像我们在圣堂所唱的，我们大家都是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、哦！因为太高兴了，所以几乎把刚刚唱的那个要颠倒过来。真的，我们这一家人一年一度在这个地方聚会，尤其是今年轮到的是卢凯族，那我们也看看刚刚的银主林的这个仪式隆重不隆重啊？隆重，隆重，再一次的拍手给他们，哈。